大家好，我是海香，今天是一哥的生日，咱们做一个蛋糕给一哥吃。先把蛋清跟蛋黄分开。现在咱们蛋黄跟蛋清已经完全分离开了，先把蛋清打成那种奶油状，把蛋清打一下，打起泡沫之后再加第一次白糖，我们可以加糖了。加完糖之后再继续打，把它打到更浓稠之后再加第二次糖。发白了，加糖继续打，加第三次糖，继续打，打成奶油状。好，现在咱们蛋清已经打成奶油状了，像这种捞起来它掉不下去就是成功的了。蛋黄搅匀，加入牛奶一起打。蛋黄搅拌好之后加面粉，面粉打完之后，然后里面会有颗粒状的面粉没打匀，咱们拿个勺子把它压一下。现在咱们加那个酵母粉，不用再把它拌匀。蛋清分别分三次加下去，从下往上搅，不能搅圈圈。咱们撒点葡萄干。后裹上一层保鲜膜，静置10分钟。咱们先抹一层油，在锅面的那个蛋糕粘锅。咱们现在可以烤了。咱们的蛋糕已经蒸好了，看一下。把蛋糕倒出来，你先切。可以，飞行的，还蛮好的。现在加了6个鸡蛋，搞多了，太棒了。我们鸡蛋包完了。